都係做民建聯 B 隊嘅啫，知唔知啊？其實佢係共產黨 B 隊，係咪啊？你話我係民建聯 B 隊，你仲咩走入去蘇聯話同共產黨密室談判，支持政改方案出賣香港人咧？佢冇得同我拗嘅，就算你失明嘅。同路人，我又冇參加協調，即係你打得個位，你做到你死為止，傳埋俾個仔，係咪咁解咧？係咪要傳埋俾個仔咧？你個位，我喺度做開嘅，你嚟呢度選嘅，即係呢個建制派喎，要就係你喺度做開，怕你走啊嘛，做咁多年都冇見樹，好清楚噶嘛，呢個係啱唔啱？所以呢班人係厚顏無恥，仲有。咁冇信心嘅，你驚我哋人民力量咩啫？59個空降，個樣都未認得啲人，點樣搶你幾百票啫？啱唔啱？咁驚？你何俊仁喺屯門嗰度咁多年，係嘛？屯門咁多民主派嘅區議員，咪保衞黨主席咪得咯，係嘛？保住佢咯，咁啊不過都保唔到佢啦，睇佢樣。咩話？咁啊，星子山佢打算喺嗰度。即係等喺大家喺兩個即係兩個女人之中，有另外一個新嘅選擇啦。滅鼠不筍咧就喺深水埗，深水埗係民協嘅地頭，係嘛？我哋有七個人喺度參選。OK， 大部分都係。地區工作者，有嚟嘅。中意就埋嚟影啊！好嚟，上邊船頭啦，好，係又走，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撥亂反正，撥亂反正，2011，票債票償，票債票償，2011，票債票償，票債票償，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撥亂反正，撥亂反正，2011，票債票償，票債票償。我順便喺度講埋咧，開始有緊張咯，有嘅，其實真係要多謝你介紹下，因為咧6月8日所有嘅位，直情係真係喚醒我。